在这么激动之后，我们请我们的社长谢之后，激情之后啊，还有夫人啊，来请新谢之后社长啊，新堂罗新得过来，请来，希望你不要兴奋过度啊，控制一下来。为我们致谢词。那莉莉你也不要激动 ，OK。虽然我知道新婚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火花，但是你忍耐一下，来，我们先。